我们可以专业干净到就是连马桶水都喝给你。认真喝，认真喝，认真啊！我想看。好，我们来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有真的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马帅，我是戴妮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我们新家，我们装潢的进度已经达到95%了。对，有没有很开心？耶、yeah, ，开心。好，但是在看似美好的背后呢，其实隐藏着一堆问题，因为现在其实很脏。对，超脏。就是、装潢很超脏的。没错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请来小童工好好来帮大家做清洁，今天就交给你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，交给你啊。来来，看一下这厕所，再看看厕所。你平常是需要扫厕所吗？啊？没有，你想，那这个厕所都给你扫好不好？好，不用担心，因为今天我有请来专业的团队来帮我们做清洁。哎，不是，这位大哥，你专业点好不好？你怎么没穿制服？不好意思，我是老板。哦，你是老板哦，不好意思。好的，这个是我们这个野蛮任务清洁公司的老板。那今天他要执行这个野蛮的任务，很可怕哦，弄得乱七八糟的房子，到底怎么做清洁？来，可以看一下他们。带了这个器材，哇，看就知道很厉害。你确定不是要住在我们家哦？啊，对。OK， 所以它会有一个这个估价跟这个清洁的整套流程都在这边哦。那答案我把它放在下面留言，答案非常的详细。然后像我们细心最近就是我们有跟医生合作，他有发明一个全专利的仪器是可以出价权，我们会直接含在我们细心里面。嗯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其实我这个一进来的时候窗户全部打开。因为就是怕甲醛，所以有通风。可是可能通风不够，就刚好这个野蛮任务他们家有一个专业的仪器，可以帮忙协助把甲醛赶快除掉这样子。对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其实还是可以自己清嘛，对不对？那自己清跟找你到底差别在哪里？第一个是效率跟时间啊。对。然后第二个是有一些东西是你们可能没办法清掉的，比方说像我们遇到过很多的装潢工班，可能他在漆油上会飞溅。啊、如果油漆飞到玻璃上，或是飞到地板上，那对于很多客户来说，他们自己清就会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就会有点崩溃，或者是保护拆掉的那个胶条会有点胶，对，那个也不好处理。那这个可能是你们自己家里做不到的，这个真的有困难。对，就是家里自己一般清，可能也不会到这个，没办法做到这样的程度了。真的，这种东西还是要交给专业。我们总估的总时数大概是快50个小时啦。总估的总时数，所以你们一天如果自己清8个小时，然后就要50个小时。哎、欸，那我也想问一下老板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请你们来一些付定金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尾款是验收完再给钱。啊，对，就是我们的收费是前面先收定金，对，尾款是我们清完最后你来验收，你验收到满意，那你可以东摸西摸这样子，然后你满意再就可以再回。哎呀，这个脏脏的，那我不要付这样子。可以啊、哦，好、哦，到底能不能通过验收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一个简单的居家清洁，其实它要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哦。像有一些业主，他会不会就是因为其实人够多，清的才快嘛？因为有时候是不是会真的会清的比较久一点？公司的人力我们可以一天派大概10个人哦，一次可以10个人。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业主他有时间压力，不管他旧家要搬，对，还是已经卖掉了。赶快要交屋，对，我们可以很快压缩、啊，因为有时候那个装潢会延误嘛，啊，了解，所以那个中间空档，包含搬家公司家具要进场的时间会很压缩，啊，对，那我们都可以一天把它干完。那像您家的那个系统柜比较多，嗯，我们也是可以大概，配置就比较多，对，我们就可以塞很多人、啊，因为其实我在找居家清洁这个部分，其实我当时也有找，就是找很多家啦，那有一些报价比较便宜，他们可能是就是。夫妻二人组两个人就在做这个，那如果他两个人做，譬如说我们这边是一天完工嘛，可是我们派了10个人来，那他两个人他可能就要做5天，那这个可能也是成本的一个部分，你可以想想看，值不值得多花这些钱。
没让你自己清。真的？对啊。那我们来访问一下老板。好好好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做一下访谈。Hello。怎么了？嘿，因为我们就做一下这个记录居家装潢全系列的最后一个环节，基本上啊、哦，就是已经清的差不多，那我们也给老板介绍一下，说他清的到底哪一些部分。嗯，你也可以看一下到底自己清。跟我们请我们隐瞒任务来清差别是什么？好，我讲一个这附近好了。对，这附近。这个抽屉啊，对，这里面我们全部都清过。哎、欸，那真的清得很细耶、欸！啊，你连下面这边都清就对了。对，我刚刚趴在下面，确定下面有哎、欸，真的都摸不到灰尘哎、欸。我们现在职业的精神要这样做、啊。真的嘞，真的是。我们是把它当自己的家在清。居家清。哦、真的吗？对、哦、他比我还厉害，我自己家都不会这样子。还有这个墙面，就是你们现在看很干净，而且摸也没东西。对，可是两天前是上面有很多像双面胶撕掉的胶纸，我留了一条在这边，你们可以看。就是说现在这个东西就好像就是很明显有残胶在上面了、哦。就是你有看到金物，就是有残胶在上面。那连这个你们都有清就对了。有哇，这个是看得到的，可是像墙面上有些是看不到的。有些例子它是用抚摸才抚摸得出来的。对，它、啊、可能有时候业主没发现，就有些人就算了，就算了这样。它、啊、这个其实是清得掉的，所以这个服务价格比较高，有服务价格比较高的原因啦、啊。就是这个钱不会骗人啊，一分钱一分货啊，好吗？有一些人可能就真的不会注意到这个部分。我这一条大概要撸个三五分钟，你看它就是会这样。因为它会比较咬比较深嘛，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它连就是他们用的东西也是高级的，很贵的。那个不会有就是变色的问题，所以要很快。你看我马上就掉了，如果它放在上面咬一阵子，有可能会。哦，这也是一种专业。然后还有一些哦，就是像这种细节啦，就是我们每次看到这种装潢，业主是觉得很漂亮，但我们看到就是觉得嗯，就是第一条都要伸进去。对，我们就会每一条都清伸进去这样。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摸。嗯，我们会抹布擦两遍，湿抹布擦两遍，干抹布再收一遍。嗯，连上面都有清。我们是比较要确定呢，不要骗呢。我们是比较赶啊、嗯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带客户检查的时候啊，嗯、我边这样讲，我的员工都疯了，因为以后就是他们要清成这个样子。是我们这边都会清的、啊。对，对啊，这边都会清。哦，连整个里头这个门板的这个缝，然后这个、啊、哦，门板的这个缝也都有清啊。对，然后间接照明都会。哦，因为凹槽啦，哦，一些那个全部都有做清洁的。是的，没错。啊，真的很细心哎，哈。我们隐瞒任务的清洁是真的是非常专业。多专业？我们可以专业到而且超级干净。多干净？我们可以专业干净到就是用连马桶水都喝给你。你说喝我们家的马桶水吗？是的，对，我们马桶都清得非常干净。认真喝，认真喝，认真啊！我想看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想看你喝马桶水。好，我们来，可以啊，可以、啊。真的要喝哦。哎、欸，他真的直接装啦，真的要喝哦、喔。哦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工作真的也不好做啦，就还要弄到这样子，对啊，还要喝马桶水，真的要喝哈、喔，真的、啊，真的，这确定哦、喔？对啊，真的、啊，这个也有，这个都是马桶水，不过是真的清得很干净啦。对啊，好，啊啊、我喝的话验收就过了，直接通过。对啊，可以吗？好，直接通过，喝马桶水啊，可以啦，很干净的，太、欸、好喝啊，干要干要干。我给这个厂商乘上120,000的勇气，太屌了，直接通过就好。蛮好喝的，对哦，这真的，因为我刚看马桶真的清干净啊，真的蛮厉害的。不过老板，我问想问你，是，就是为什么这边还有一个名字啊？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。但是如果有业主就是真的要你喝 ，OK 吗？如果包个红包就可以了，包个1万块红包，2万块包，我就喝了。我叫我员工来喝也可以。这但真的很干净啦，因为其实这个刷的，因为跟大家原本有看到我们厕所的样子嘛，现在看跟当初交新物的时候一模一样，太厉害了。好，谢谢。厉害。那就是虽然厉害归厉害啦，我们还是要完整的去做这个整个检查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就是你给我收一半的钱嘛，对，啊，另外一半验收完我才给你嘛，所以等一下我验不过，我会刁难你嘛，哈，他刁难你，你就不给你钱这样子，对，那就看看你会不会被我刁难成功，好吧，不要有喝个马桶水就可以解决，好，没问题。哦，哎、欸，不是说清多干净，靠腰这个外面很脏哎、欸，怎么清的？啊，你说外面那个玻璃？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看这个那么窄，这个其实外面是属于外墙作业，那有安全性的考量，我怕我员工过去如果一个不小心下去。
变凶宅，你们就凶宅建案更尴尬，小飞侠、哦、所以他其外墙清洁是另外一个专业，对不对？公司对那个有需要一些相关的证照，对哦，专业才要了解了解。哦、那安全考量，我们双方都不要去玩这个游戏。想挑缺点怎么那么难挑啊？真的是哦，所以这样不算了哦，这样好像还可以接受了，理解了，理解，我是好业主，理解理解理解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老板，问一下，你干嘛就是装这个灯这样夜灯哦？哦，这个灯哦。因为现在啊，就是大家对于那个健康越来越注重，嗯，所以它有专利，然后有过那个台媒检验，嗯，就是它可以杀菌，就是一些大肠杆菌啊，什么链球菌，什么什么菌的，哦，都可以消灭，这样子。了解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装完会有很多系统会有甲醛，然后它可以除甲醛。然后这个灯呢，就是会送给你们。啊，真的？对，真的。对。那我还看到另外一盏灯，那这个嘞，这个是什么？也是一样的功能，因为他们一个是。臭氧，一个是光触媒，两个原理不一样，一个是臭氧，一个是光触媒。对，好，帮大家这个帮粉丝这个科普一下，光触媒跟臭氧。好像哦，哇，真的很棒哎，真的赞赞赞。好，再来呢，好酷，就是送给你们啦，你们可以24小时全年无休没事这样开着开着用，好厉害。而且它只有8瓦，所以它也不会有什么着火的问题。对，这边都有清哦，有没有清？有清，有啦有啦有啦。干净的吧？对啊，连这边都有清哦、喔，真的、啊。哇，你们真的是清。通常我员工清完出去，我会验收一遍啊，那边我就有摸一些奇怪的地方。我摸 A 有清这样子啊，了解。啊，这个为什么轻轻把我把纱窗丢到外面？哦，我们就是这等一下会装上去，只是因为我们清纱窗全部都会拆下来。那其实昨天的窗户也有拆。哦、oh, ，我们拆下来那个钩才有办法清掉。等于是窗户的这个纱窗的部分都是全部卸下来做清洁。对，我们会全部卸下来清。的确啦，这样好像比较不好清，因为那个才清的干净。主要是窗钩啦。对，对你如果说不拆下来窗钩，或是这里面是有点没办法处理到。对啊，真的是非常干净。我们是怎么会拆下來？看得到郑老师吗？看得到，那就是干净。好的，那刚刚检查，虽然这里没有入镜啊，他就后面这样摸，还算干净吧？超干净，非常好，非常感谢我们野蛮任务的老板哈，带来一个这么好的服务体验哈。这个没有业配，就是纯粹跟大家分享。如果想要做居家清洁，好，那也欢迎找我们野蛮任务，因为清洁的部分真的有很多很细致的东西，可能没有注意到的。那也希望透过这支影片呢，能够帮助你。那我是花巧男，觉得很划算。我是珍妮，我们是野蛮任务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